也太雾了吧，我镜头。Happy birthday to 各位网友们。有。重要消息要宣布各位。消息。超级吵，大家各讲各的。大家各讲各的。我们本来是要集中一个人开直播，但后来决定最后四个人各开各的直播，所以超级吵。11月19号，然后再看完 MV 播一下下就会听到那个歌曲了，没错，所以我们四个人会一起合作，我们是哇四间情，这些中英版本中英版本都有，中英版本都有，所以希望大家都四间情哦，我们的团名确定了，大家是不是很忙啊，所以就是11月19号，11月19号，11月19号，我记得11月19号，一定是谁兵变我？没错，就是你。现在我们怎么样？哎，只有我这个发色，金色，对，就没有你很不合群哎，对吧？你要退团了，我们不是说好就是要染深色吗？没，对啊，但是就代表四个不一样的那个个性。对啊，也是啦，还是大家想要 WOF 吧？为什么你跟韦静的发色有点像啊？哦，是不是学我？没有，韦静先染的吧？就是你知道那一天我那天本来没有要染这个发色，是因为不是因为那天韦静叫我染跟他一样头发，屁呀，他说我们夫妻头，韦静说那天那个裸睡在你的床上是真的，真的，没有是假，你吓到个屁啊！我没有在。那韦静裸睡的感觉怎么样？我根本没有在他家，他乱演的好不好？你平常会裸睡吗？我不会裸睡啊，我一定会穿内裤。现在这么冷，谁要裸睡？对啊。现在哪很冷？现在很冷。你都裸睡了？你会裸睡啊？哦啊，对啊。哎呀，小爱裸睡。好啦，祝大家支持11月19号晚上10点兵变啊！我们今天就是刚刚工作结束，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个消息，所以大家记得到 YouTube 跟我们互动，然后想知道更多赛后讨论，听风泽说就好，请订阅。赛后讨论，到时候选出你们最喜欢的成员，然后你们没有投票，你们要喜欢把一个人淘汰掉，对，淘汰赛。看完那个投票环节，敢投啊！1号投小赖，投小赖，敢投我的人，你们给我死定！你们想要就是剩几个人，你们把那个还是要换团员也可以哦，哦可以换团员哦，可以换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这边输？万一是其他人输？我觉得查根毛比你更适合，真的。等一下，因为我们说好我们是年长团，老俊说太年轻了，哪里有年长团？那不行。其实也除非你们要找人干嘛，可是我们想要比较清楚一点的，我们不想要把那个你们就过半版没有过半版，谁给你过半版啊？好啦，总之就这样，请大家锁定11月19号晚上10点，晚上十点，晚上十点，一遍，对，谢谢你们，再见，拜拜。哎，你们很真实，你们都没有滤镜，完全没有。都上妆了还是？对啊，还要滤镜的。